们政府给大家所提供的长照资源、长照福利。紧接着呢，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今天最美的一个角落。你现在是现在主持人所在的位置哦，所以邀请大家呢，可以将目光移到大家的左手边，我们看到有一幅非常非常漂亮的墙面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墙面，而在这个墙面上面呢，有一幅幅、一幅幅非常美丽的画作在上面。这些画作呢，都是由我们的长者们呢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啊，亲手绘制的作品就在这边哦。所以大家呢，可以透过眼睛视觉上面的享受，在这上面的文字上面的说明呢，跟着我们一起来欣赏呢这些长者所催眠出的美好回忆。那么邀请大家呢，在这边活动当中哈，都可以用脚步呢，来到呢我们这个艺术作品欣赏区，来欣赏呢所有美丽的作品之外，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欣赏区。